美味的羊肉丸。嗨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各位过年有去露营了吗？而我是到年初才放假，因为工作性质关系要上班，只剩两天假期，思量着要去哪边露营，纠结许久，不想跑太远，就再度来溪头露营啦。我是来露营的。露营的，有订露营区吗？有。那就左转往上。好。所以下班一层右转。好，谢谢。有人说，现在去溪头会很冷，其实做好保暖是还可以的。这两天认识许多露友，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粉丝来找我。聊露营，聊车泊，很充实的两天。尤其第二天早上，原本是应该要慢慢收拾车手帐篷的我，都在与人聊天。最后准备驱车离开时，隔壁车泊大哥夫妻俩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吃饭。感谢车泊大哥夫妻俩的盛情款待，好吃的羊肉卤。快到溪头露营区露营中心了，影片就接着看下去吧。知道。知道你刚好先去看过啊。因为我之前就来过了。哦，好。嗯。他资料写一下。之前机车倒了，不是你哈、哦？不是。哦，因为你机车，他二几？二九还是二七？我是二七。二七还比较平一点。啊，之前有一个客人是骑重机，然后他停二九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现在你要不要换位置哦？”他就说。他去看看，我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搭好，他搭好以后他就摸在那边，结果就倒下去，然后他就开始很生气、哦，就说为什么你帮我挑这个位置，害我机车倒了，怎么样？我修理机车的钱不敢，怎样付啊？多贵怎么样？我就跟他说，先生你搭的时候我要去看了、我问他说你要不要换位置哦？然后机车是你自己没骑好，你又对啊。跟你讲一下哈、自己因为旁边是有一点点斜，机车跟那边的高速会，车子难开，要麻烦你小心一点。如果你觉得不行，我们还有很多位置可以给你换。好，谢谢。
而且这个才一个矿泉水的重量而已，小瓶的，很轻，这个是很轻便的。没有，没有，自费的这个，这个椅子就3000多了。这样就要3000多。对。哇，那应该要做业绩，因为如果你是做助理的话。哦，我那个 level 还没到那边呢、啊，我是小咖的而已。我那个有的大咖的3-4万的那个超可。对吧？像这个椅子，那像这个桌子啊，这个啊 ，Soho 的，你猜要多少？桌子哦。A4 而已，哇塞，这样的话就要1500了。那个是放平板吗？也是桌子，也是桌子啊、哦。哇塞，那个日本的 Soto， 真的，就是轻啊，因为它这个是给那个登山用的，小桌这样子，就是你可以坐在帐篷里面嘛，啊，你可以这个放在那个门边，可以直接那边嗯。对，超像的。所以就有人说，露营感觉好像在属于男人的半家家酒。对啊，那是半家家酒的概念。早啊！现在是大概早上大概7点多，
然后这边是那个露营区的萤火场，然后蛮多车泊的。然后从我的营位出发的话，往这边走，正前方右边那一栋是浴厕，只是说浴室只有那个喷水而已，要洗热水的话要去管理中心。然后接下来来漫步营区吧，漫步营区。然后太久没有运动了，走这种坡会喘啊。然后这边就是厕所浴厕，男女生的。然后这边的营位是 C 开头的营位，我那边是 A 开头的。然后这个营位蛮接近马路旁边的。我们继续往上走，我现在戴口罩讲话会有点声音，会有点呜呜的。然后这个是炊事台，然后我洗涤一些食材啊，好，然后洗锅子啊，我都在那个萤火场的琉璃台，那边有两个。我真的太久没有运动，会喘。这边好像是 C17。一早起来就顺便逛一下露营区，然后顺便运动这样子。哦，会喘。这边话是 C20-23，然后这两栋也是浴厕。这个旁边就是那个停车位了，然后这个营位是，看一下，哦 ，B32。这边是 B30，31。
基本上这边的话是B区啊，隐卫的B区。然后那边正前方也是有一个那个炊事台，就是可以洗菜啊、洗锅子什么的，可以煮东西。哦，那边就是 B 五。我一开始在西头录的时候，是录在这边。B 五的好处是车子可以停在旁边。这边的话都是 B 区啊 ，B 八、B 零八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炊事台 ，B06 隐卫的分布图在那个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就有那个地图了，各位可以稍微对一下，应该就知道了。然后现在就转回来管理中心，要洗热水澡之后管理中心才有。美味的羊肉炉哦，因为我想做南岛核桃糕，我才发现哇，麦芽糖
麦芽糖还有一个叫水麦芽的，那水麦芽这种东西，它不是，它虽然来源是，也是从玉米啊，从淀粉去萃取出来，可是它就是比较属于快速做出来的糖，所以它会有身体的负担，就是说我们传统的麦芽就是麦芽、糯米跟水，那是比较有营养的糖哦，麦芽哦，啊就是反正就现在就是为了要快速哈、方便哦，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糖。哦，这是来，我再弄一点就好。哦，来好。啊，您可以吃一下这个。好。少了一些动物。嗯。是，差别是很大的，非常大。哦，也像好蜜蜂好。去年的新闻吧，蜜蜂少很多，就没有蜜蜂，有些作物它不能开花结果。我跟他说对啊，对啊，粮食危机。那蜜蜂会少很多，除了农药的问题，还有就是因为花蜜，我们人类把那个蜜，他们需要蜜都，反正这个就是很，反正说来说去还是人的问题，是我们把这个大自然的平衡给破坏了。他们的露营比较友善，露营区也很平价，啊，台湾是相反，真的，而且他日本风景又好，是啊，好了，我也差不多，骑慢一点了，啊，稍微该回去了，骑回去一个小时啊，OK OK， 下次有空来录啊，好啊好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加油，新年新工作又要开始了，